小的时候，我常常和弟弟在茶园玩耍，享受了很美好的生活。而且，我的妈妈透过茶叶，对孩子们传递了她对大自然的爱。大自然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在大学的时候选择生命科学系。当我的朋友生日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画张画给他们，因为画画让我感到开心，那是来自我内心深处的礼物。人们都认为我应该是个科学家，但我知道，在我灵魂深处是一个艺术家。婕妤蛮执着的，当他想要做什么，他就会去做，去追求他。但重要的是，自然而然地跟着内心的声音，然后专注，然后等待。到那个时候，就自然能拥有最好的东西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有，我用手做出来的茶，眼睛看一、二、三，耶、很棒吧？你看我画的茶。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，我知道婕妤都能应付所有的事情。因为他了解他的根的味道。